杜江或私燕儿子哼纯真又童颜的能量虏获许多粉丝。哼和步步，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杜江或私燕儿子哼是知名星二代纯真又童颜的能量虏获许多粉丝。近期参与《妈妈是超人》录制，暖男个性一览无遗。最后一期《妈妈大集合》，四个萌娃玩在一起，被问他最喜欢谁，他思考一下，不不，原因非常简单，她是女孩子。哼最后一期和安迪大林子步步相见欢，他和安迪哥哥玩疯了，选择房间时更开口，我跟你一起住，就算一起去菜园摘菜，话痨二人组还是让现场欢笑声不断。结束一天行程，他被问到小朋友中最喜欢谁，他思考一下回答步步，更透露有照顾步步，我们坐滑索的时候他不敢，最后是我跟安迪保护他过去的。到达之后心情激动人心，被众人夸他词汇懂好多。哼最后发挥暖男个性，描述妈妈或私燕长相，白色的脸，平常他都很爱做饭，若是妈妈哭了会怎么办，他秒答拿纸巾擦她的眼泪。他也说不害怕他妈妈变老，我一直都会在他身边，老了我也会给他吃糖，如果走不动走了，我拿车推住他，还会买自动的。霍思燕观看监视器表情超感动。